少新报刊应运而生，要如何找到他们呢？找寻晚清民初报刊文献，可利用这些报纸资料库以及期刊资料库。申报是近代中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纸，创刊于1872年，直到1949年停刊。申报数据库可全文检索，本校采购内容包括新闻及广告，因此还可以检索广告哦。大公报收录1902到1949年间的资料，并提供新闻简报与全版影像，系统限制每日下载天数，超过后当日仅提供简报功能。小报一到四级连接的是 Web 版的全国报刊索引，点选高级检索，可同时使用本校采购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。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同样收录了晚清时期至1949年间的刊物。现在马拉松比赛风行，你可曾想过刚引进中国时是怎样的景象呢？利用申报数据库查到1929年上海首届马拉松比赛的报道，记载所经过的路线。利用全国报刊索引平台，可找到1931年上海第三届马拉松赛跑出发时的照片。请留意中西历时间、翻译名称及人事物变迁，充分准备才能顺利找到资料哦。